有没得小伙伴想吃新鲜竹笋的？今天我准备去高山上给他盘子给下来吃一把手。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长笋子的地方了，给他扳一扳手。哇，还在流水，安逸安逸，新鲜得很。找根万万树，把我们砍下的笋子剥一扳手。笋子洗干净，我们来切一扳手。笋子下锅，再撒一把盐，煮得差不多，捞起来扔一扳手，弄点棒子骨，熬点高汤。起锅烧油，炒一扳手底料，葱姜蒜香料拿一扳手，大四川的郫县豆瓣拿一扳手，倒入我们的高汤，汤熬得差不多，下笋子，土豆拿一扳手，藕拿一扳手，蚝鱼拿一扳手，春药拿一扳手，鹿儿酒拿一扳手，毛肚拿一扳手，方便面放味打底，蒜末拿一扳手，姜末拿一扳手，花椒拿一扳手，芝麻拿一扳手，葱花拿一扳手，淋入热油。在这一分钟，我只想吃它一扳手。哇，先来一坨笋子，看到流口水子。嗯，太爽了。味道和一堆鱼肉，太棒了！关键老三，我做一个集中的，现在的春药、笋子正是吃的时候，小伙伴们要吃的赶快弄，不然老二就跑死了。